会觉得你们有我拼吗？我买一个东西，我会去东问西问，然后我会去比较价钱。我送你的时候，我是亲自送到人家府上，我不会去请快递。你如果有我拼，你就来理财；你没有我拼，就让我来。讲穿了，他就变成一家之母了啊！亲密三郎，亲密三郎型。那如果是巨蟹座，他是为了安全感，也是为了决定，那个恭维他一下呀，因为他很清楚他的个性，不久的将来就会被你看穿他其实是哪一种。然后你可能就不够爱他，然后或者是他变成黄脸婆，可能在家中没有地位。而且呢，巨蟹座他就是一个想要蜗居的星座，所以他会觉得如果有钱，我们就是存下来或买房地产，这样最好。可是通常男人都会想把钱放在什么什么外面的事业啦或闯荡啦，所以他会想尽办法把你的钱弄过来，然后告诉你放在我名下，我不会跑，但是呢，有一天你会感谢我，这是他们的概念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御夫术的。破口大骂当汉妻，不如温柔婉约当娇妻。这个字面上大家都看得懂，对不对？哦，是男的，对不对？昨天我跟他 video 啊，你知道吗？我 video 在这边，我不要给他看，他小太阳也要看看。哦。你会 send picture 吗？ Facebook， 啊，你会不会 send？ 有，我会。你会？就是为什么我的 video 不好看？他的那个 picture。怎么可能？我看看。怎么可能？想睡觉啦，想睡觉了啦。等下你弄给我看，我看看，应该要设定吧。你知道吗？他的脚哈，他才做这样子。如果带用他这个，带要这样子啊，对，带要怪怕嘛。对。他全部趴下去。不是，他这样子哦，他屁股会这样子。哎，会吗？所以他会不一样。有吗？他会。因为我刚刚看他在拿那个 T 啊，因为太远了，我看他拿不到。跟他的吵啊，有时候他会这样子的呢。两个这样子。他会这样子。哦，这样不会掉啊。然后他会，他的头啊，他会这样子，他会这样子。啊，来这边，滴，这里啊。是什么？你讲他的朋友哦，是什么？滴。拿不到。